上爱爱爱上啊难离愁，每站每站上爱爱就变难离梦啊的哟。是不是办一个在地属于在地歌手的这样的为主的演唱会？不然我们很多都是请来很年轻，但是可能大家听也听不太懂。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一群老师啊，像是黄丽华、黄新蔚，然后杨妹妹老师，他们在地，他们耕耘了多少班队？像今天声歌团队，你们这些班队，其实我们十五六年来哦。从刘县长时期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客家的山歌跟 客家采茶戏班已经经营了十五六年了，一直从刘县长、徐县长到现在钟县长，啊，大家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伙伴。人家李秋霞老师在民国五十几年就在苗栗的美乐唱片行灌了他第一首的黑胶唱片，哈，但是哦，你就可以推算他大概几岁了。那第二资深的应该就林展毅老师哈，林展毅老师呢是我们这个大家一定会唱客家的国歌哈，叫做什么？台湾的客家国歌是哪一首？客家本色哈，客家本色，客家本色的原唱人就是林展毅呀，是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哈，然后你们一定会去唱那个英雄泪不够流哈，是不是？英雄泪啦哈。英雄泪除了是他主唱以外，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就会像杨妹妹老师啊，哦，然后阿 Kim 啊，邱连青啊，然后艾克勒，艾克勒很厉害，艾克勒连续入围金曲奖，已经是四届还是五届？四届了哈，哦。我大概介绍一下，中正堂这一场呢，包含了刚刚所讲的艾克勒、邱连青这名，还有萧佩儒，萧佩儒算是音乐的才女，从小也都拿冠军的哈。哦，那他非常也会自弹自唱，而且他钢琴弹得很好。然后赖仁正老师呢，在铜锣啦，他也是我们这个客家
从除了这个客家贡献奖，客委会的客家贡献奖，教育部的客家新传奖，然后还有是我们现在苗栗县客家三歌的这个无形文化的保存者是赖仁正老师哦，那还有这个刚刚所讲的客清流的艺术团，包含了朱孔斌、张新文、赵德武，那还有这个刚刚所侯屋的谢其侯老师哦，今天特别过来哈、哦，谢谢。然后还有这个谢佳琪啊，还有洪世军哦，然后我们有很多班队哈、哦，这个辅导的都是靠新会跟立化两位老师，所以特别请苗农哦，苗农热舞社就会带来像 hip hop 啊，或 jazz 或那个 popping， 但是会跟客家有关系的这样的演出哈、哦。另外呢，9月17号。礼拜天在苗北，那这个也特别请到了我们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歌手奖的哦，从巴拉圭归国的华侨汤雨欣哦，那另外呢，还有刚刚所讲的最资深的李秋霞老师、林展毅老师、杨妹妹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赖文竹跟这个恐龙偶像，恐龙偶像应该名字是林冠群。那希望这样的演出呢，那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在地制造、在地创作、在地精神。为了要推广这个艺文，所以没有收费。那没有收费呢，也是希望说大家有相对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相对义务关系，所以希望你是拿着7月、8月还没有兑奖的发票来跟我们哦，一张发票就可以，但是要在苗栗消费哦，一张发票就可以来兑换一张入场券，每一个人最多兑换两张。支持邱昌俊好不好？